大量按钮消失中，官方坦承故障。部分 LINE 用户在今天划开 APP 发现，噔噔，居然有大量按钮消失不见，在其他的页面里活生生少掉两排功能按钮，像是官方账号 LINE Pay、LINE TV、礼品小铺、LINE 购物、LINE Points 等等，仅剩上方第一排按钮的加入好友、贴图小铺和主题小铺。无论是 iOS 或 Android 版本都出现相同问题，官方也在脸书发布资讯证实是系统异常造成的状况。 LINE Pay 与一卡通刚联手推出 LINE Pay 一卡通账户，主打用户间免账号即可转账或是缴费及分摊付款，但请用户将 LINE 版本更新至 iOS 8.12.0 以上和 Android 8.13.3 以上。实测发现，更新至最新 iOS 8.13.0 版，有些用户正常显示，部分用户却少了上述按钮，显示今天故障事件应该与版本新旧无关。虽然稍早官方指出已于12:10修复完毕，但许多网友在该 po 文底下抱怨，还是没好啊，根本在找麻烦耶。不看斗新闻，有修没有好吗？报道。